在台湾的16度是美国的多少？你们知道吗？反过来，对，我们就是比较严肃一点，然后很现实，有点像日本人。我们就是欧洲的日本人，有没有小潮一点的？没有。那我们要减少你，我就不卖给你。哇！麻烦中文台28频道，今晚11点 WTO 姐妹会。